能点赞的点点赞啊，兄弟们，咱们点到5000，兄弟们，涨2200，我没有动力了，兄弟们，下播了，那就，我确实没有动力了。我觉得主表哥这个直播太难了，表哥还要跟你们怎么互动，怎么帮你们，怎么挺你们，你们连个赞都不愿意跟我点吗？真的，如果没点到5000，我马上下播。很多兄弟们不愿意点，我还要在直播间怎么挺你们捧你们？来现场找表哥，表哥全程安排。你们点个赞都不愿意点，白嫖，那就没必要。人是互相的，对不对？咱们主打的就两个字，互相。表哥主打两个叫真实。对不对？如果不愿意，咱们就下播，无所谓。你们来现场，表哥是哪是没安排到位，还是怎么回事？对吧？不用你们花一分钱，吃的、玩的、喝的，然后玩的，主要是玩的，都给你们安排到位，还要怎么的？对不对？还要怎么的？表哥下播了，好不好？说实在的，我太寒心了。我有点寒心了，你们在直播间让表哥做什么，表哥都做什么，对不对？ Black Man， 这里来长沙，你看表哥必须的，我不说带你飞吧，兄弟，至少吃的玩的我能给你准备。 Black Man， 就这么简单。你也知道表哥我们认识几年了，对吧？你在长沙，表你在湘潭，对，只要你在长沙找表哥，我不说别的啊，至少我要请你吃顿饭，至少我请你唱个歌，两个都必须达到，这是表哥的为人，不需要你们跟我刷礼物，对不对？我点个赞，我真的我有点寒心，兄弟们，我真的我这是公益直播，兄弟们你们也知道什么叫公益直播，每天跟你们玩的真实。我表哥主打的两个就是真实，你们主打的两个就是陪伴，没毛病吧，兄弟们？表哥主打的两个就是，你们主打的两个就是陪伴。我点个赞都要不上去，我咋搞？我兄弟们，我没信心了，我真的没有信心了。说句实话，这是我跟你们吐露真心啊！我播了，我这个号播了半个月了，我吐露真心啊！我真的，你们真是太陪伴了，陪伴的话也不说。快点，点到多少了？没劲了，兄弟们，你们真的太寒心了，我能不能哭一下？我能不能不对着镜头哭一下，兄弟们，让我放声哭一下好不好？兄弟们，我能不能哭一下？表哥那边槟榔好多钱吧？你看你买什么槟榔吗？真的，你可以搞点槟榔过来。真的，你去湘潭，真的你在湘潭可以搞点槟榔过来。这边吃槟榔啊，吃合成天下的多。真的，你可以搞点槟榔过来，这个没毛病啊。这里在长沙，这里在长沙，湘潭是产槟榔的啊。一般长沙拿槟榔全部去湘潭，好槟榔全部发在湘潭了。 OK OK， 不要点了，兄弟们，不要点了，不要点了，别点了，点到10000吧，帮表哥点赞点到10000好吗？表哥在这里面磕一个了，我真的没劲了，我让你们点个赞，我真的我费半天劲，兄弟们，表哥怎么互动的，你们也不是不知道，你们有求必应，表哥哪个是没有答应，对不对？湘潭不吃槟榔的，那个泪痕，什么叫湘潭不吃槟榔？槟榔都是湘潭出来的，湘潭人吃槟榔老猛了，而且好槟榔全部在湘潭。咱们能不能真实点？那边有30的占星发布没有？你看你是哪种占星法？
OK， 谢谢兄弟们，谢谢兄弟们，兄弟们啊，感谢你们动到你们发财的小手了，动到你们发财小手了，祝你们发东财发西财啊，发东南西北财。屌哥今天呢跟你们聊聊天好吗？因为今天带粉丝喝了一点八加一，出去玩了，唱歌了，屌哥真的就不走了，好不好？